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风》，我是陈明真。今日对你关心一种双林里的反复吼，以轻痛的面头前来，大家透露一只亲友人的话题哦。跟你讲滴吼，你客家人呢，长夜班过后啊，是开始刮子的哈。那刮子的时间，请教一下，你天时地头前观众朋友，你阿母卡嘅古婆哈，是讲冇出家，也系讲那种家庭的一个种的什么的哈，本乡的什么，有办法转到自家的祖堂上太牌，上你个公堂来拜双神祖母哈。然后有青岛的家畜，哈，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因为讲无论我来分讲，嘿，咪嫁出去，嘿，比如讲爱乡城，嘿，陈伯的妈也是做转到陈伯的公堂来拜哈。然后等到家畜来做两件事情，他未必呢要带头来做一样型个一只好个种的研究示范哈，来推动那种芯片偏见，甚至芯片议题哈，带动社会进步的思想。里面有像多青岛的专家学者，甚至体现个啊调查人员，还个管理你总出家畜的代表人呢。从台讨论，马上欢迎收听现场来宾。第一间呢是客家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何锦良，何主任好。大家好，我是何锦良。再来是客家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戴真伦，真伦好。大家好，我是名人堂戴真伦。好，再来是你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及社会科学系那个助理教授齐桂荣，齐教授好。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好，再来是来自桃园新竹哈，沙滩反映反共重庆中非的历史庄反共水反共历史庄，你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反共水。再来是呢，客家会有跳槽，是呢客家传统技艺的出一个台仪式啦哈，也是民俗的专家陈福雄陈先生，你好。主持人，你所有的在座的贵宾啊，大家好，我是陈福雄。感谢您的陈老师哈，台湾讲到吼，哈维飞到伊朗一百年的时间哈，是开始来做所谓的透过种族的访谈啊、田野调查啦、啊，甚至草滩飞能够翕样片哈，来做嘛个呢了解各个种族来推动所谓古朴啊哈，您讲那种的没结婚，也是讲离婚的五星呐哈，有办法转到自家本乡的公堂宗祠家庙来上太牌、上神座来祭拜嘛，还过去嘅骨骸有办法进金进塔都住塔地拜度嘛哈。先听听新闻记者镜头来去看看现场的情况，样板戏过来进行下部嘅讨论。传统嘅南星庄家过后，入到家畜塔本后台服侍系该当嘅。不过对五星来讲，杀入汉字头摆农业沙皮人工的古朴牌，做起祭祀无家人，一下离言避开本乡的什么人牌位。本反正祖堂庆祝祖古朴，无办法灭到宗祠，创作的一股娘庙，一下其他避受祭拜，无法脱纳入本乡的祭祀当中。嘛，因着客家人哈，对阿公婆也好嘛，祠堂也好，做主塔风水也好嘛，为嘛个嘛，西南人做的，不西方人全做唔得，其为着维持因着自家本乡那个家畜嘛，不管生产力也好，财产也好嘛，做得顺利的维持下去，爱财产爱田，爱所有的东西，很做继续留不爱的子孙。新竹浮桥的中六佛家畜公开没结婚古婆入塔，不过高层没遇到太多困难。在1997年，畜庄总福菩提出本没结婚的五星入主塔，不过家畜的装备观念传统不受反对，其下摆同家畜人沟通讨论，一切都2001年在主塔管理判罚制度正式体内相关条例。每趟去过主塔的时节，同古婆塔比穿下十件一批。在主塔的右边设立孕育间，也着无结婚的五星塔比，将有所彩好安神。我着第少一只作用意来讲，以下来讲吼，对你系南无天顶天仙来讲，有只个释放的作用来讲，加上我着心里非常安慰啦。浮桥的露天公家畜，3年前就开始提倡在公堂度设古朴牌位。总算在2012年12月，判古朴牌位登堪安厝太殿仪式。本反正祖堂
枝头对花。古朴牌地都有神秘的古朴，半夜到电脑杯流流浪浪的古朴，做阵一道公堂，同祖先乡下有子孙的福祉。古朴咩？外头儒家的人来子孙嘛，哦，所以来人来夹货，来人来阿公婆咧乡下夹货，来乡下来拜，也后人咧观音，后人咧该将开始规划来做。将得主公主婆。中六佛家族同露天公家族的安呢，改变了古朴做唔得双神座的传统印象。比到以烟沙币变钱，男女平权观念引来迎合，韩国小资化，一度家庭抢救妈耶冇用来耶。那白天创个赌道，五星做祠堂祭祀仪式的组织，韩国五星一度宗祠的情形，咩话引来引导。好，看到新闻影片，上个时阵请教你个好主意嘛，是讲你人一般人是哈维菲开始做田野调查，像台湾真人也有讲到，你看到样样也是实体个启示嘛，开始哈维菲来做，哈维菲做了件事情，其上个发扬个向样蛮个精神，也向其上推动样蛮个实体个改变哈，也实体先愿意到那边呢，请请教你个好主意。因为族群底部第一个事情，大家讲到系传承。不过文化传承嘅过程里边呢，诶，有时看到时代嘅变化，还是用顺嘅思考，越来越好，越来越对咧社会系有积极嘅贡献啦，哈。啊，咧看到咧都家长咧，拢会做得亲，本人感觉讲，安乐讲，见做事情咧都有想法。啊，其实按你嘅想法分享咧，啊，大家落地讲客家族群底部，嘛系近来见进步。因客家族群本来都随到社会、随到时代强下来、强烈越来越好啦。吼，像系头前咧，翻一本书，错、哦，啊，像两位安多家族用简单故事，还有俺嘅田野调查时，都感觉讲，其实当多事情以前都在做咧。啊，换句话来讲，以前人算是。同思想同进步啦，哈、啊！用我哋方式，主要主持人们都讲，时代嘅意义都讲，因下七百，要越来对良性嘅平等、良性嘅相关嘅自由，还有宪政咧，越来越尊重，越来越多元。啊，主要有讲到讲，你啊，只不过系良性平权底部一个中。同重要嘅议题啦，哈！像你哈，你啊喺合法中心嘅资料来讲，看到是，United 家族开始做了条事情咧。清早上台湾样片都有收嘅，1997年总富普先生提出来嗰种想法，到2001年时间，福建嘅肿瘤佛嘅家族咧，其实就叫做冇结婚嘅哦，嗰啲丈夫嘅，什么嘅咧，嗰种古婆，嗱古婆咧就进入所谓主塔啦，哈。好，再来去平镇嘅拯救圈嘅总处咧，都系共好啦，哈，是讲政府嘅共好嘅拯救圈嘅总处，总福建总管府嘅总处，还有新福校府麒麟树公嘅总处，甚至新福旧道嘅罗润玉嘅总处，新福嘅翻江家族，今日翻江嘅呢个总长又来到现场，甚至中立高粱嘅李玉朝家族，福建嘅祖山府家族，哈，种种都有哦。啊，像呢只旧道嘅罗润玉家族咧。金丹子的公堂来服侍古婆的牌位，无结婚甚至离婚的古婆也在进入主塔哦，佮可能系开放的插图最大啦哈。我想请教一下您的争论是讲，因为新的时代嘛，客家本身的效果没错咩，时代在进步，社会改变哈，所以改变的时间要腾上新的时代，所以如果用新的需求提出来，所以你要代替都系2000年以后改变的时间。一个家族溜溜秀秀，原因需求是提出来，有几种那种的新，都调查样片相片啦哈，下面来做一下说明。一种相片是福建土多主持人讲的婆罗文，婆罗文种族哈啊、哦，其实因为是秦火同是相种嘛哈，种三文公。根据俺的口述历史的访问啊，张天师董事长伊讲啊，有一百组一个。嗰度些長輩提供啱啱不卡有咧無家古婆，像啱啱共堂做得按一個古婆牌。哦，例如古婆神秘哦，故所以即只一個董事長張董事長就去說服宗親啊，於情於理於法，去一啲說服啊，咩懂到讀到嗰度困難。啊，不過最尾提2015年的時候，其實又
有按一个一个二零五年按呢古。你喺二零一五年是即系中山文工下辈嘅立胎嘅祖古婆。系，一个闽南人嚟讲家通，家通就是一种风水啦。哦哦哦。可以特别我将一片提出来，一片一张相片提出来。熟熟，嗯。系，因为按到纯古婆。因为喺林闽南林邦人呢，纯古婆系，纯古婆系，纯古婆一位。因为睇像瓜子啊，之前咧我瓜啊来台煮，啊下煮啊来瓜，来台煮嘅麦，又天然台又纯。所以来台煮嘅麦用咗纯菇，啊，但是佢冇加，所以用咗熟，嗯，啊熟女哦，所以摆纯菇婆。好，咁像咧喺你听我讲，唔听我讲，闽南咧用咗假通，假通，假通，咁像都你讲嘅。假神牌咧，嚇！你看他講完咧，祖先都假神嚇，像個假神牌，但係南普北普有冇相同啦？有冇祖先咪講冇講緊冇冇錯嚇？我可以攰多陀多廿一種啦，嚇！又係我哋北普嘅一下啦，一下加多調查多件北普嘅客家共同地都，然後南會特別設置這個古婆牌。哦，我就按伊咧一个独立出来的古婆牌。啊，唔过睇南埔诶，我嚟讲南埔讲双胎牌啦吼。南埔诶古婆，然后要屯兄弟姊妹夹乡下，古时候要屯，就猜伊咧诶胎牌地度，可以签到诶某个古婆安尼。哦，所以佮唔系单独出来嘅，冇错。佮老家兄弟姊妹种下乡下，按到一道诗，一道诗哈，按到用伊个诗，一道诗嘞，排名，啊，一刻上一样。哦，所以加顺头可能去加个阿哥，也可能加老太，甚至可能加姊加老妹哦。冇像北埔打工哦，伊个姑婆，所以那地方可能就会立胎冇乡养诗个姑婆，所以喺南埔北埔冇乡养。好，感谢争论哈，陈志生。再来可以下次讲，有啲乡亲呢，佮可能冇留到现场哦，佮到真诚聊天事情，能够对一件事情可能系有嘛意见呢，想先听听新闻记者镜头去了解下，嗰度进行讨论。所以佮下有当到同样事嘅问题，是因为佮细细落安尼大夫，喺安尼大夫嘅心口，不管叫做尸体，其实都有命分在落塔，在都相信咗，但是。唔起街冇出街古婆，而冇得喺强烈兴业塔，冇得喺强烈上神作。从嫁出去嘅因为，人哋带上嘅因为，每日佢离婚了后，起唔起做第二塔上神作呢件事情，我都很多嘅讨论。我认为最重要嘅问题，还系都种族嘅因为组织嘅方面来实现，因为少子化，韩国大家。终于该摸一天，而且无本领到本洋人或者五星那个样个遗孙来入塔来有几几百个样个机会，很快种族无法个维持下去，所以客家种族个组织为了七界生存，七界组织的延续，为采用那只古堡。因為入塔樓古堡上神做了是理所當然、順其自然的事情，不可能講單單為了係南五平權呢個只理念。因為一方面農耕需求啊，你看一下重男輕女哈，所以在各個祭祀方面全部係用蛇來因為擔任啦哈。但是喺政府咧、立法咧呢，做了在這裏地來講是冇限制啦，是講。目前还没有尽量自家提出来表示讲，来来当乐意来参与来个吼。目前是还蛮有此同此法的啦吼，这样来个啦。对，所以还是目前还是有男性的担任啦，我哩并不排斥女性。那我说我们范家刚好在三四年前，盖的第二主塔，那第二主塔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祭祀工业，那个我们那个有开会的决议啊，就是说，只要是姓范的，不管是男的女的，不管是结婚离婚，或者是说那个姑婆，或者是说出嫁的，她不愿意跟先生一起那个到先生那边的。那个主塔那边去的话，他也可以回来。
啊，所以我们来讲啊，范家人就是欢迎范家人回来。特别人讲唔可以外嫁出去，你系讲不给咱转来变成你孤立去离婚，孤立去唔结婚啦。所以特别老一辈嘅啦，就讲唔可以做唔得表，你唔可以本来嫁出去，你就应该骗，有老公该骗给他嘛吼。啊，你孤立去讲啊，你唔嫁，这个也是不很好啦吼。他嘅东西吼，只是讲这个可以讲到政府啊，系来减轻现在烂账啦，或者是两地卖，就是六千亩为什么卖咧？现在抬高的方法，还你骨头那个个骨灰呢？你如果国家政府如果没有很多的骨灰塔哦，真的是像我这个塔可以放了五六千个，就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了。好，唐太某中央嘅地方嘅乡亲嘅家属，佢哋嘅想法，如果我想请教你，市教书是讲，其实各片咧同嘅家庭家属嘅想法冇是冇相同嘅，跟你用用完，你看用现嘅沙皮嘅一个时代改变，台湾人讲少自发呀，青春药，他搞想改变嘅理由并原因啊。家属嘅某嘅哦，做唔到真系在主塔，佢特别你传统讲，男家结水结，咩就讲。莫也是骗人的主婆，莫也是骗人主婆，骗乡的主婆，安尼吼，伊嫁出去，你就莫转来，莫转来嘛，还讲莫离婚，你阿得哎，你租出唔该骗的成分，莫经常都莫甲讲，哎呀，又莫甲好转，哦，叫伊阿他直接的意思讲，家庭的事要公婆双方来经营嘅，哦，所以嘿。哎，用演演技。哎，因为讲，台湾男有份，女有归没哈。哦，个男女的分际，也个成法以家庭和谐为中心啦。哦。啊，我讲吵啊多，讲啊多唔好，就挨转去哦，挨用用哈，一个台湾诶安阳诶情况之下哈，总会讲讲有安阳讲，莫再搞是，还有就台湾老观念嘛，就讲。年初一啦，莫也莫转来，福气啊，我比托起用样，一全部做，安样了，用家业安样的来讲，莫也莫讲，那又莫转来哈，就想到讲头半年的个头脑去安样，但是要使他变到安样，用一种很间接、很幽微的方式去，老希望莫也在好好经营。公婆的关系，但是伊用一种禁忌的方式，差不多太讲误解了讲，哦，你对什么人都无公平哦。哎，比如今日还讲男女平权的观念之下吼，啊，就比如讲男女变得无公平的，变得个反转来讲，变无公平的。我刚刚想强调，你做个就初中的反共随性上吼，该真紧莫简单，然后是讲。嫁出地位都睇下各方嘅意見嚇，各輩嚇，從長輩到下一輩嘅生活環境、世代嘅教育想法，種種冇強弱。佢你係整合、大合睇下意見嘅時節，你有冇以說服佢哋話？肯講你想得要重新嘛嚇？如果就係心口咧就應講嘅拜阿公婆時節嚟讀書温做立身，嚇，佢了解部分你有冇嚟推動嘅？老一辈的想法，后生人的想法，全部相同。所以你作为这两套人呢，你是会有将机会来思考的这问题。好，我要帮你说服你要反对的人。该你说服这些，你签出一张请求你的道理来不去谈。很提供去谈到根本就你些其实不会反对。所以特别我哩从我方面加速地不都会推出，就请到新界。一种检测的时间，有没有行动员反对？还有没有就跟演技好抬个人吼，德高望重个人啦？几下就崭新嘞，所以你是利用该德高望重个人吼，很积极了该。借力使力是啥？很巧，借力使力，使得该几个穷辈人吼，本积极去听讲，所以俺也是可以化解前多，所以冇必要该反对啦。还想强调你的诚信上是讲嘿。像睇下你講到呢度禁忌啦，嚇啊，冇嘢嫁出去做咩用辦先？嫁出去之後要做咩用辦先？到底嗱度禁忌係為到係顧慮冇啊？做啲好好咧經營嘅家庭，又係講真緊要強嗱度肯豆腐卡冇分家，又係講本上嘅那麼因，好嘅天理冇受到冇嘢影響嚇。你有冇可能嗱度睇下應該嗱度傳統嘅禁忌？你到底是要忍的，还是不忍的？你到底
真紧为入安泰人乡吗？莫要嫁出去做，我们在准备拜阿公婆；莫要嫁出去拜年初二准备进来，莫问杨伯英、杨伯英，个囡仔的观察是杨伯英咯。莫要嫁，要嫁是有计划，用好运啊，唔忙啊，也嫁住啊。嗯。哦，后世呢就唔想也天梯啊，就是因为穷困啊。那么神化呢？化语呢？就神老有端体样而言。哦。化是神老有端体。自家真知的。不用自家去真知，自家去善忙去应转啦。嗯。那么你要讲两个情形呢？我想我在因为我在从事这方面行业的人。错。我在三四十年前啦，我已经在这方面呢，已经在非常的概念呢，非常努力在推广两个事情了。哦。那个。我从事过家庭呢，我想最少啊有1000个家庭啊。哦，所以经过我手上，个阿公婆伯太太啊，我想最少有1000个家庭以上。嗯，那么你什么人呢？讲个做唔得，你上了个排位啊。嗯，那么我从个费尽口舌呢，聊聊到你的感触啊，苦口婆心啊，都要讲。你喺七家嘅献物啊，哈，佢无家为什么佢做唔得上了个排位？啊，听一点呢，有讲系讲到摩耶，啊无奈呀，又摩耶叫佢赵阿郎，佢又做唔得上了个排位，哦，咁佢做唔得上排位，又有自误传下去，我哋喺度喺度非常嘅矛盾啦，啊，从非常嘅讲啊，咁你下呢？因你嘅祖先也好，因只家嘅世事也好，系十几世祖，讲世祖啊，系讲因男人啊。嗯。佢什么人冇嫁出去呢？哦，因讲佢做阿郎咧，因你都冇全夫叫安度住。啊。哦，比如十几世，啊，十几世，第个俗母。俗母。啊，俗母。嗯。哦，没有命。哦，第个姑婆位啊。好。哦，都给他按。按伊那个称谓咧，老去称呼落去，在很多十年来呢，几乎啊，每年都会遇到咁嘅问题，一个一个呢要去说服他呢，也可是讲非常嘅困难啦。咁你啊，今年他未必做咧，从个投入以后，有说服到他孙子冇？第二呢，可是讲因为你嘅环境，环境嘅变迁已经冇重要咧。家家户户啊，十个家庭里边呢，有5个家庭以上无家无托。那么，你无家无托呢，最终佢嘅结果系咩会？像做一啲从事安尼行业嘅人，做做就会看出来啊。所以我有产生两个姑婆嘅危险事情。那么姑婆危险事情呢，千多年嘅公主堂呢，喺十年内呢，都已经有。有都该签签都该跟设立包去，哦，你还有一个环境的趋势啊，哦，让太家呢签签要做的接受，但是呢，我那看啊，最少还有，你讲个一半以上啊，还蛮没办法接受那个实相是，那学委会呢，希望加那个节目啊，能够多多的推广下去呢，是知道的，你讲客家人呢，自家个文化。能够按样传承下去。好好，我记得夏威夷做诶种诶样片地背度，有一个详情讲地方，所以唐也知道，真认同感想，伊讲，搿鲁迅诶古坟也贵啊，万山也有人工是摆到安全省，搿做物个七家本身种出现物个古朴，伊唔摆几喏，诶。你啊，这你啊，地方呢？虽然迄只样片地背度，搿种详情所讲诶，想要提出来问大家，所以天师。几条先，观众朋友来思考一下了哈。好，然后来看啊，进行来到祭祀的时间，无论系拜阿公婆，来讲你挂纸的时间，都要有一种要礼神来种种司仪，然后来进行了啦，作为仪式，作为孙息孙昌了哈。都带了礼神系物件呢？哎，仪高哈，佮祭祀传统的瞻礼炸，有很多瞻礼神，哈，封司神呀，祝礼神哈。哎，欢迎祭奠，你讲诶，典礼的司仪啦、司仪啦的部分。那神明崇拜呢，祝贤祭祀，非常奉上喜庆方面礼仪的时间呢，都会礼神来引导了礼仪的场次，啊，还准备了祭品啊、创作祭文啊，要。都是礼神的职责啦，哈！啊，像你啊，部分呢，头摆都是男的人做哦，哈。像头下一条样片也讲到，其实
迄款容易有些么人吃通吃饭啊，甲创个无排斥哦，吼，也做在有些么人来做吼。再来看到的是讲，多在俩种个祖先的祭祀嘿，用百姓来个啊，代替你讲客家人迄只欢迎哈多一只族群啊，所以都欢迎沙飞底背度呢，以家个礼仪个时间嘿。你是讲拜祖先啦，哈，所以拜阿公婆，所以那条礼俗，那条礼呢，都是传统的儒家所来的。然后内政府全国宗教祠信庙所提供的信息，本大家做参考。所以拜阿公婆这件事情呢，佮可能唔系佛教，也唔系土教，系所谓人讲主公祖礼呀，哈，都带像安尼提法应该翻江水，佮种种佮所讲到的，佮到家畜。有什么一个理性？你啊，什么理性？因为凸显出来个，伊做个时间又得到甲重要百姓个支持呢，像陈腾腾什么个，刚才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过来跟小讨论。大白银座开创新竹府桥个戴师傅甲初，一下地进行专业班指点，含你个带过处，今年八十一岁，有三十年个历史经验。古三县里的传统啊，就讲，个按到李神，哦，李神呢就国族的将，行来到带将是从来第一就是旧的，上辈跟来上一两三辈人是旧的，还传到来北来少个头，到年纪啊就八十人、七十来人呢是讲，很来的后生来学。传统的礼神是西南人为主，不过伊人一千年多近，桃园新木翻江家族的传记开店。在传统三千年以前，家己现代版国民礼仪，要改变了传统西南人漳州的做礼神的观念。本家族的神桥罗金珠做礼神托祖坟。当初一下开始，俺咪冇想到会有长辈会反对啊，是唔会反对哦？我搿下真是冇想到。啊，没想到，不过我是请了自家本人，然后自家的力量，捞起做好来，做好来就帮我后边，我没谈到长辈有嘛个反对个意见嘞。现代的祭典，基于毛窗头白有新片种出国家的汉字，你能以一年填出一样嘢，你新北市三片判的祭典仪式，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和当当抢的爱心扑上的罗汉礼。今天我学到了那个牛啊娘娘的故事啊，还有这个节日有环保的意思之类的。还有我最感染的事情就是觉得，这个客家人会到现在好好保留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让我很感动。头白粥祭典礼神的汉字动念，我说白也是西南人漳州的粥。时代变呢，也是什么人做礼神，每卡做得本人接受。无论什么人，也是外国人做礼神，都没影响祭典的真实同隆重。重点是传统文化做得好好保存，有人来接，漳州的传承下去。我想要先请教一个范强水先生，是讲老金住了阿新桥哦，当有拆迁哦，啊，看人家资料讲起系体育者啊，唔到家厝地位都全部用汉语来写研究所论文嘞，因为汉语的新传世的新法，所以个汉语的绝对冇问题。请记做历史，大家朴素通过系冇？因为特别是个朋友们几点时间，我是鼓励成年的小朋友来通哦，不能后生来学习，所以特别是有当然有培养个。小朋友来痛，所以小朋友的都在有蛇来，有蛇门因啦。嗯，哦，俺台人咪讲，个蛇来因咧，蛇门因咧吐了当火吼，所以，俺原先爱是有只惯讲蛇门因痛，俺了后先爱把了了头仪式，筛选爱加粗了用的时间。嗯，俺就想讲个马杀来痛，吐了不因烫了血，上进门火，哦，俺就非常想到讲，落金柱。我佮本身人研究所毕业，就去佮研究论文系用客家法律写出来嘅，所以我想讲，哎，唔记得通，所以当然现场咧用人表示反对啦，哦，可以非常用人反对，并没有讲冇人反对，所以我喺听嚟讲，俾唐爱讲呢下，系统变紧咧，我喺呢种的一直抱残所缺啦，吼，缺嘅东西，我哋冇讲南市市，因为符合系统嘅变紧，就佮啲下南五偏偏。新桥陀螺咧就系我哋家畜嘅一分子，两班一分子做咩参与我哋嘅种畜大事呢？哦，所以我哋要一张科农嘅家庭，新桥又好，来又好，大家共同来做，
安个些教出袂喊到团战，所以是安个主张，安个讲些包美是讲，个等于是模范队，包美是摆到罗金柱来通，所以佮通得非常好。好，我想要强调，因个职高处是讲，其实台湾讲到是讲，拜祖先迄老日高哈，儒家，甚至周公他写这个礼记。啊，周礼啦，哈，有些管黑啦，哈，但是你哈抗议的是讲，也不像你所谓民间信仰，又像所谓的普化宗教，因普坟都带你拜祖先那件事情，各方各处啊，各处一乡给仪式，经常的方式，可能没讲完全相同，大同小异，都带因为也看你拜祖先那件事情。谁买谁来哈？其实当然有没做得啦。啊，唔过我有一只感觉，就讲，我做礼神要训练白个鸟，上改啊，上改啊，嘿，上改。加主持人又讲，哎，这些上个汤模，佮喺模乜古嘅时节吼，你要虔上啊，好，要带上一个铜嘅银，有冇？一个铜嘅银，佮献上嘅人啊，佮礼神嘅人啊，佮天要献上，很多太假都行得多，吼，哎，这些上个是做唔得，所以也一天到，哎呀，也上吼，一天到要训练，所以嘿要训练。噶主持人又讲咧，讲咧诶普化宗教，比如普化宗教就一般宗教无同样，就讲佮无教主啊，吼，佮无教义啊，无经典，也无讲执事人员啊，物个样咧吼，讲咧专门神职人员啊，无安尼。关于那个普化宗教，这个人家讲咧，从以安尼儒家诶传统下来的哈，各位个，你像讲三观太低咩脱高呀，但是哪都安样嘢，变到讲。你变得讲一般民间信仰的咧咩？伊唔系讲去个土高嘅个道观地方去拜咩吼？所以讲一传下来，当然，人家儒家思想啊，儒家思想，所以讲，对啊，个周公治理作业哈，当然都非常的准从了哈。当然传下来，他讲做点咩哈？儒家思想传下来，对人家家庭的伦理啊，家庭的伦理啊，非常注重啊。所以家庭伦理是要什么样的知识，要不分黑，对来好好的。对对对，非常重要。最近过生以后啊，讲 Q 的很白个了，慎重最严，慎重最严。菜上的时阵，你要啊好啊，好要好啊。过生了以后啊，就会慎重最严。不管结宴，结旧的，唔推呀，结多推以前的哈，推下来，莫见我要安利啊。汉人呢就接触到人家嘅儒家的一个思想概念咯，所以讲从事吼人家家庭教育，就系一对双臂而有嘅，而有效。但是啊，想要强调争论是讲，公家法通判啲时节请下到五仙礼神，喺对外阿老太沟通讲，我嘅族群嘅文化嘛，特殊性，希望大家多多来接触来认识啊。咁你万一看睇。共兵时，莫向用部门之间去对待了啊，所以增加五星礼神那件事情，个意义都那边咯。故说对我来讲，要从什么身上出现，不管系沙皮变成地肚里边，不开始发现以外，有也行啊，没有一种跳白路身上一种礼俗的断层，不过无法突来一推加一推身上都礼上诶，身上一种。传统知识、礼仪知识就断层嘞。故说，也先会出来做每一种的传承的一种方式啊。你，俺们刚刚来睇绿队嘅田野调查地都没有感发现到没有先会欣赏开始睇聚落里面去打印起伏板斧嘅时间，因为每行三片里，系俺们没有发现，系皮基嘅人都系。冇错，俺们因为每用用系慈惠堂内通出来，故说因为本身没有睇好。行安样系行三片哩安尼，故说我俾感觉到，客家沙威变迁的都落头摆身上，悄悄咪落下来，冇传下来嘅，即咪可以都可以接上去，每一种女力的展现安尼。我想请教陈富雄陈先生是讲，你哈看到西摩做等音礼神，无论公仆们也讲家粗地摆度诶，但是落头摆有一方观音，因为讲。西门人都有，但是人因为来西嘛，有热气嘛，哈。你咪讲，有热气的话，无枪力哦，我无枪力的话是做唔得来做礼神。迄种拄好个祭祖的时间，很热气来，个人做唔得起哦。因为都得用个传统的禁忌，有也系无，也讲其实系无必要嘅，对五行的汉字跟人的想法看法系乜嘅？我是读到安尼一家学校学校。
佛教呢是个礼堂，啊，是礼堂的时节，它上梁啊，嗯，好，上梁的时节，就要做庆祝的事情啊，嗯，那么告状呢，你五旬的告状，怎么讲啊？还可以参加吗？告状，因为你是主持人啊，告你一定要参加，就可是我那个那个啊。好，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個、高中期间有想法。我讲你也唔讲无人敌啊，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你就做下去就对了吧。哦，因为你还人啊，一样人的天性，不能把他那个当成禁忌啊，才是一个公平的法则啊。嗯，我就按你那个讲呢，讲过以后他就释然了嘛。好，非常的快乐的欢喜是咪接触的事情，那工厂懂顺序吗？非常顺序啊！哦，唔系以为啊，完全没有啊！嗯，啊，听一点呢，告诉你去，你去斋堂，啊，斋堂的尼姑庵最多，啊，尼姑最多，他不会有吗？一样有嘛，啊，他每天还有诵经嘛，好，啊，对不对？啊，对，是也是一样啊，一天有诵经嘛，那么你也到慈惠堂。都是女性嘛，比较多嘛。那她有这种现象吗？一天有嘛？她还是要诵经嘛？懂得民间信仰五行的神，比如讲妈祖婆、诸神娘娘，几咩五行啊？几咩要用慈眼的神神天香啊？所以爱自己不说，任何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是这样过去就好了嘛。身心最重要。对对对，有形为主啊。有形。哦，其他的外在呢，可以都是。我那讲诶，虚虚假假，啊，真真假假，就不要太在意太多。到底研究诶学者，其实用文献看，你哈对五行有千多诶开放，无论系古婆牌、古婆玉塔，甚至五行等于理性，但是都诶归在各种诶沙皮嘅眼睛嘅构成当中，基于物嘅石头意义，还有奈得他该注意嘅事情呢，像神等等，是咪几日讲头一堂堂几只学者研究者嘅想法喺物嘅过来进行讨论。因为按传统上客家沙飞哈，传统上全部从南强五啊，所以唔讲那个古婆塔啊，安尼问题就讲，什么人家的当然上外乡的主公牌啊，阿公婆牌啊，但是迄某家夹个神牌位，迄咩落人本家的阿公婆牌，个个夹骨灰，迄咩落人本家的很多家上。公告人但是讲假上，其实传统上做人的做法啵，你讲有嫁出去的人，但是有离婚的，本乡人就无户籍，但是你都不卡，无结婚，哦，当然唔就算阿姑咩，哦，如果伊买个姑买个姑，按你名义的下到阿公无牌，佮假冲，啊假上，留着六位本钱，穷了真紧。离婚呢，哈，搿做事才冇办法，因为人家过人嘞。虽然讲也冇人管互相啊，但是你配外乡人嘞，搿边做户籍，但是娘家姊妹的兄弟，迄个同亲属啊，请到做公塔买只落位，同进落去。应该风俗跟民俗啊，有良俗，也有恶俗。早期呢？一般来讲，就从南强五嘛，尤其农业沙飞传统的沙飞噶，一般有繁衍权，能够知天命修丰修的，一天下干，每一天去西来，时态改变，应该知土，应该法律，应该丰修，而与时俱进，向下来改变，因为修系人当的，法律系人知天呢，既然可以知天，卖了知天，人知天呢啊，人知天就可以改变，你改变就。老师他的脚步冲下来进步，按样在克服时他的要求啊。问题不是五行，颠倒是婚姻两件事情哈。所以经过婚姻之后，五行仍旧得到一只重挫的体会。我认为某天挫比五行的体会多大一只才重挫地位，都会样板归天。两张问题很好严重的。我认为目前台湾的家族文化，其实已经到一只渐渐有办法忍受下去某的两种的时间的。有可能30年后，拜阿公婆的人进来介绍，是讲
根本是没办法公布的。种族也件事情为在台湾一般双民文化生活的百度渐渐不见得。我认为第二件事情没听错，比五行的体会很难严重。所以是说你要很紧张五行的体会很表示你要种族你要事情大家很重视。是说第一根本没障你要事情的表示给日和好摸和好你要电都很严重。好，唐天莫庆勇的研究者，好，记得提出记得观察，来讲提出记得经验哈，各个有无相同的意见。啊，像我请教人家齐教授是讲，其实要有相关的研究，样板人看是讲，你下还有青岛的问题，好像你下有多元性格的问题，哈，同性之间的这种婚姻的问题，你下可能你下来讲，大家都认为很当做，但是做慢来面对。你啊时间点提出来，哎，用伊讨论，大家来想，是毋是一只一只必须要做个转变啊？那种毕竟是台湾跟菲律宾同国嘛，哈，那种可能当然会错下讲啊，哈，哟，一分钟做得过，啊，世界各国还没签到过来有爱国的哈，还拜阿公婆排面下，嘿，也就讲。因為嗰個時節又講喺個男男結婚，結婚，佢結婚一啲就面對問題就係冇後台，一隻問題嚇冇後台，一樣做得起起男嘅嘅啊，起富養嘅嘅啊，佢唔養啥冇都冇結婚，假使講佢講太假就按人養假曬，你奶奶嘛，好，這個是一個很深層的一個問題，一直當層面問題，佢唔會得啥就。做男男女女唔係咧，當然世界上男人飲養一定要調和嘅啦，嗬。所以也有按你前言嘅時節啦，嗬。喺拜講講，你讓你阿公婆拜，你傳統嚟講以男性為中心，嗬。乜嘅講後邊乜嘅名，嗬。但後邊就乜嘅唔係講嘅意乜嘅意念，按你咩嗬？佢傳統嘅樣，佢實際講。将来讲谁买，啊谁来，佮做唔得大呢？嘛个意念啊，你咯，从你咧大唔得？啊，万一佮他讲个，万一佮无男少诶，佮就无后台啊，还无后台，佮阴阳诶，万一来服侍，佮万一去阿公莫拜，还没种错，所以又变得讲种错之间呢个个问题，个问题诶时间，佮你双排，也注意着，外面想唔到阴阳诶，我身上面想唔到，这个。我看入面個未來邊個要發到相喎？我咩相唔到講，將來一上去一樣嘅事啊，寫嘅阿公婆牌，上當然上得啦。問題一樣嘅寫嘅阿公婆牌，可能也可能學習，也有面前嘅種族，好係咪有一隻研究出一隻一樣嘅嘅結天來哦？人家就唔敢講一樣嘅嚟寫。剛才上教你嘅反共水，你嘅歷史上。听话，你个技教授讲做超前部署啊！哈，加上你有买因可了件事情咯，了少执法强让，用因讲爱情系无分性别个，了个用因佮可能天生是有安样，佮对爱情的选择就安样型，加你都加错地位都让经过啊，用五行的立身给一副的讨论，了下可能进入孩子哈安样型的讨论。就哎呀，心理准备么？来讲，其实两件事情对你来讲，可能会下放后头。当初我哋就开会讨论讲，系列个固破塔。因为组长讲，病做强下，做主塔地位多咧哈。主要的主哈，主塔地位多，很也有人反对，所以为到会摆平两个事情啊。所以那个塔的熏条哈，是个熏条，从个马土子上是那开门日下开门为首，来蛋痛。本人因为所能够做一只固坡嘅将用塔位，特别都可以他们用于迁管落。哦，而且迁管落先开始组装讲，过去几件旺盛嘅固坡，系讲病才冇被再通啦，病才冇被嘅尼姑庵嘛。哦，你啊都全部可以拿转来。每来我就冇假，因为你啊当当每冇假，所以该一路转来。该系讲嫁出去咧。我后来。有种种的原因，离婚，离婚，佮系讲，佮冇讲成因咯，佮100%状咧冇问题啦。系讲佮有讲成因咯，佮成因有添加八项，
还个机械单独转来，哎，你个收入转来时间，该很白，该像你个情况会发生多时阵，该在变各响应来办个你个主塔吧。哦，是讲来拜反将主塔的响是斗念嘞，所以该主挺麻烦的吼。光好木堂都是多少有点呢，有人供个眉头就出来了。天将而面对个问题是挑战讲的，你下个法律已经通过。你个男男结婚，五五结婚，该施教授讲的，该母强成因咯，该你要用个三，我反向家出个蛇来拖一只，捞一只反那外响应拖个蛇来来做不一样，该到底你如人呢？因因两个本事啊，哦，还冇个结果，该有五位强个心口，该拖落来了后，时间该病人那边还没了病主他。也是病人反映，这还到目前还只是上路个问题。所以我来又一批讲，佮一片是固坡塔，另外一片呢是吉安的比索，佮下部很美的，另外西藏，哦，专门来本地南南的五五个病强下。哦，你啊，国内可能安可以解决冇问题，因为毕竟你下西路边界，法律都允许安因做了，佮阿里用办，阿里有冇个理由讲来？反对你，让阿你莫来理就。刚才想要强高争论，其实台华已经进入深水区了哈。台卡是讲，提出公司各式公用问题啊，与开始的作用影相关工作推动的加速，可能有超前部署，有相当的问题啊。未来可能有预备一只空间哈，讨论空间也好，设计的空间也好，来作用的支持。跟以前因为是讲，其实合肥只核酸研究单位来合法中心，唔得要开始作用型的啊。芯片议题，佮面对俩很卡复杂、很卡多年的一只议题，你就会想法态度要物个，未来推动有乜嘢相关的工作吗？对我来讲，参与到一个调查古朴派、古朴业态的一个议题，我要感觉到，一个 case study， 一个本书嗰度，个人经验其实可以帮俺的台湾社会可以思考，去了解。理解跟我们不同的，应该是说要去理解差异，同样的某种观念。那经过一种某种样的一种做法，基本大家可以去参考，同样的某种观念，怎样做？其实经过古朴派一种国安，可以去本案来了解讲啊，一个社会变迁一定会面对的一种问题。好，我想请教何主任是讲，台湾通讲个动作是已经高身体的加粗地步的五线的装备啦哈，无论是有加无加一个离婚一样保险，你哈可能哈未必可能哈一级是讲，像人家哈喊伤啊，喊活跳跳的，还动对社会动向的贡献的，还到五线来讲，哈未必因为开展一样保险的工作来推动来，是讲针对你哈个。芯片议题啊，还讲五星的五力的部分哈，还未必会不会推展另外新的工作？行政单位做嘛个，行政单位做用俺的平台，大家来讨论。像俺俩真简单哦，俺南部俩六队三棒也做一个六队运动会哈，俺做一个义城马拉松来接力哈，俺第一棒哈是什么人来做？俺嗰时想法就讲女力哈，两刀下来下一个阶段的向前行啦吼。其实俺俩做这个事情，俺嘛有感觉讲，主要有看到个样片，底部有看到讲，国际嘛有来看到俺台湾的社会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变化。其实俺做一个博物馆，俺嘛来想讲，你不同的时代以前的事情，还有两下，还有未来，种下一个。族群地位，而去共同面对、共同讨论的事情。两岸复杂啦，还有同人呢，在做了事情的时候，有当地个国际个博物馆嘛，想同俺来合作。故说我做下上多个事情来讲，像金碧讲当地事情哈，应该想法的轨道讲，第一个观念和进步的是两性之间用顺尊重，家族地位用顺思考，未来是对社会一种变迁地位个亲合适，亲符合一下个想法，是得做个事情的，
因都太家乡下来做，是从讲啊，客家人尊重以前嘅传统，唔过你啊客家人，袂随着社会嘅变迁是做越多越进步，越多年嘅改变，你啊对因客家族群来讲嘅亲和嘅一个方式啦。最后我请教陈福雄陈老师是讲，其实今日讨论过动荡，无论系对过往的祖先去拜，也是讲，哎，你很采访的人要帮人来准备好来祭拜你的祖先，无论男夫、女夫，甚至讲未来五星级、无穷样的先车，具有做安阳型的先车是加操作的尊崇格的部分哈。到底那祭祀的部分、拜拜的部分，是现实。当重要，所以传统迄种打破的哦，西南人迄西南人的发语权，西南人生人的这技术权，伊都加出伫要度，等于基因迄做唔得，迄传统做唔打破的。也讲其实神心最重要。因为祭祖呢，对因的祖先啦，佮排位来讲，服饰来讲，在民国80年的时间，大概呢迄个分水岭啊，哦分水岭啊，要不然个叫分水岭。民国80年以前呢，因为个客家人服侍阿公婆啊，可是讲无物嘅争议啊，啊太搞到无物嘅问题。那民国八十年前呢，我就做来到外地阿妹啊，结果我做了阿公婆牌嘅人啊，就拉人呢，要载阵阿爸过来，好，我做啲阿公婆牌，我做吉太长，吉太长，像个阿叔啊。佮吉太家个，哎，你做唔得比伊哈细，哦，佮比伊哈细呢，就是无伊按方向个意思，哦，所以就按个观念。那么民国80年以后呢，哎，你工商啊，就发达的。那么后半年呢，都在社会上啊，打拼的呢，就越来越多。那个文化交流啊，越来越多啊，已经变无穷样个环境了。我民国80年以后呢，佮是孙女啊，孙女呢，我载阿公呢，视察过来，叫我装了个阿公婆牌啊。佮阿公一天看到阿太家个，佮孙女会讲吧，干太家个做吧。谁在家个右手好啊？右手好嘞哦。右手好诶，谁在家个右手好？哎，右家东西就好嘞，唔算太家。所以就环境的环境的变迁呢，那么一些多年下呢，那来看有变么？确实变得了。怎么变？你看你可以到哎，你进到哎道观呐，寺庙啊，非常多人的家庭的阿公婆牌呢，抢到该位去嘞，给年宴，给发头钱，30万、50万变个些，几乎卡某个服饰。已经非常非常很多，你喺安尼嘅客家人咧，我们的祭祀啊，人就讲祖先咧，应该慎重追远啦，吼，那种文化呢，在快速的流失当中啊，就安尼客家人祭祖呢，就非常的繁复啊，哦，很多嘅细节呢，准备嘅祭品贡品呢，特别多，又一样办，又一样办，后生人就一天无安嘅事嘛，汤圆都该二样办，有二样办的。哦，香啊，手拿来呢，头拜拜，是随便晃个三下就 OK 了。哦，没有那一个心啊。年轻人，因为外国就讲，哎，站在第一线的人样哦。因看到见一简单老二拜拜，伊就一欢喜。你反复多呢，拜下阿公婆呢，二一点钟、三点钟呢，发头都走啊，因为无时间啊。所以还是出得呢。你按到學者專家，大家嘅心思呢，讓班人去攞佢哦導正啊，讓班人能夠綜合平衡呢，係前台重點啊。在這裡謝謝哈。其實有一隻歷史學家都霍布斯邦，佢講到啦哈，被發明嘅傳統，佢講因為所有嘅傳統都係去堅固組織。坚持起来的，因为传统依赖创造来再生，所以传统是最经过新的时代的人的创造最再生的。但是再生呢，所谓传统的时间呢，也创造又需要传统来启发。即使呢，都在无论是拜
古婆婆，也讲诶，西摩人做淡烟做相关祭祀嘛，像最初要系诶发福礼，礼是对神命只是一种尊崇，还个顺服一副，诶，你讲神心啦哈，啊，发福礼顺服神，所以还会质疑好，所以好些慎重注意，啊，用人个精神啊，莫忘掉诶，你个前辈人对后辈人个提醒，甚至记得贡献，啊，像汉白，你要想讲，你个后产诶，你个后辈对你要从同样的感念啦哈，啊，像前面呢，家里啊，村民台飞个机会，然后大家讨论用一个。观念来睇下交通，啊，像今日要邀请到青岛嘅五星嘅学者，也讲伊谈在内，但是睇下时间都冇度好啦。故说咧，今日现场嘅五星代表是爱上人听听，来睇下来对话，非常嘅欢喜。也请下礼拜持续收听《生命台飞》，什么大家支持？谢谢。Thank you.